安置电料学堂。中原电子室保护电艺高阶产品 EOCR3DM2FDM2 产品特色说明。此系列产品是特别的设计，使用多种类方便的特性来全面检查出过电流欠向、逆向、相位不平衡及装置锁死。内置芯片 Microcontroller Unit， 能及时处理，高精度，具有七种保护功能，分别为过电流、低电流、欠向、逆向、失速、马达装置锁死、电流不平衡，具备无需外部 CT、电流在32安培之内的反实线保护特性。附加功能有低电压保护、预先警报、累计运行时间，附有 EEPROM 唯独记忆体，是可以提供顾客在检查最后一次故障原因及数值的能力。电流扶持显示棒，且可适用于单向和三向电动机。产品符合 ROS 的相关规定，对于 FDM2 产品，即使不连接 PDM， 仍然提供正常的保护功能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影片的第一手资讯。